好了，我们等那个山西拌面，我们买了两个炒卤味。我们在这边买了两个炒卤味，它现在屋顶上面有换掉了，有这种板子哈、哦，无垢浪板比较薄，所以隔得比较差。哎呀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哎、欸，哇，漂亮啊、哦！哇，云彩耶！云彩啊、哦！你看怎么哇？哎、欸，你看那个，拍一下那个啊，哇，好像 很漂亮的云彩啊、哦欸！我刚好看到了，你看没有？我没有注意看。等一下看会比较漂亮一点啊，再拍啦。等一下会比较漂亮一点再拍啦。所以说，因为我做铁工的啦，像这种板子的话，我比较不少用，比较少在用。我拍给你看，因为比较薄啦，拍一下给他吧。哦，啊，这种板子比较轻的，比较薄啦，隔热我觉得比较不好。所以都用琉璃钢瓦比较多啊，缺点琉璃钢瓦比较容易太长，比较不好运输啊，所以比较缺点。对啊，在等炒卤味，那现在人很多哎，你看，这就是名店，名店，一堆人的。OK， 等一下买一买就回去了。老婆，对啊，老婆。嗯，你在拍什么了？我在录它的云彩，很特别、啊。那边有吗 ？OK， 有那个感觉，那个云在卷的感觉哦。送的来看。云彩。哎，难得拍到这种景象。啊、哦，长隆商店啊、哦，你去看嘛嘿。好了，影片到这边结束了 ，OK。